Hello， 大家好，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，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。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，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超级可爱的这种黏黏胶，或者是叫做口水胶。它有一定的这个带有我们智能粘土的特性。我们在上一期的视频当中呢，也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个这个绿色的这个这种黏黏胶呢，是叫做 Ultra Putty。然后上一期的话呢，是一个绿色的这种 Ultra Putty， 我们今天的呢是一个蓝色的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。如果喜欢的话呢，也可以给我们频道一个大拇指加上的赞，或者是直接给我们频道的一个订阅。这边它还会有附赠一些小小的眼睛，可以在玩的时候呢进行一个装饰。中间还有个小小的气泡。手感的话呢，还是和之前的绿色也是非常的像的。然后它的颜色呢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蓝色。把它搓成小球的话呢，会让它弹的就像我们那个小弹弹球一样。我们还可以在玩我们这个小小的智能粘土的时候呢，把它的眼睛给它放上，这样的话呢就非常可爱，然后非常搞笑。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灯光呢给它调暗一些，或者是放到盒子里面，然后来看一下我们这块的蓝色的这个智能粘土，它还是会发夜光的。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盒子，以及两颗眼睛。好啦，希望你能够喜欢啦！不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加上了赞，或者是在视频的下方呢给我们一个留言，订阅我们频道，频道每天都会更新，每周也会有定期的节目更新，希望你能够喜欢。如果有更新的话呢，就能够直接收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推出的视频啦。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